大家好，我是金宝，我是秦宝。明天呢，妹妹就要回一马了，然后呢，我的课程也都已经完，结束了，所以呢，我就想着去舅妈家住几天，想跟妹妹一起玩了，是吧？对，然后呢，有小粉丝说我那个游泳的动作不是很标准，所以呢，我就是想带上友谊和妹妹一起去游泳，想让你妹妹的教练也教教你，是不是？是的，那个自由泳。自由泳。那我今天把泳衣给装起来了。妹妹拿的啥？泳镜、黑泳、瑜伽。好，装起来吧。看看东西都装完了没？全部到你这儿。你看看你的那个上衣跟裙子。装完了，我刚才看过了。我要把我的作业给带上。对，还要把作业也拿上。别忘了你之前答应过妈妈的，一周要背四篇课文的哦。知道了，别忘了你之前也要答应我的，那个。完成一项任务，不是，一天完成任务给你买东西哟。我答应了吗？答应了，我姐跟我说过。你好像不在场呀。我姐跟我说过。那你也是道听途说呀。我把我的这个手账的东西也放上去。这个是我的作业，背的课文啥的，就是背的那个，对，实验文讲解啥的。你的手账是不是？你的手账胶带是不是？那就先装姐姐的包里。是，她那个在矿上，在底下。在奶奶家是吧？好热呀。这个包好像装扭了。让我们看看静宝啊，装了满满的一兜子啊。装你，还有我的手账本。你家有这种贴纸吗？没。拿就拿这个，这个里面啥都有，有蓝的，有紫的，有黄的，有绿的。好聪慧，来自姐妹的默契。你家有黑笔吧？有黑笔。然后想赶紧给我买一支。我给你想一下哈，基本上没啥东西。还有，现在收拾好了吗？嗯。收拾好了，把你的书桌给我整理一下。你看，上面多乱呀，是不是？不要的东西，我们就把它给扔了。现在妹妹帮静宝一起收拾。暑假作业不要带吗？我写完的啊。因为妹妹白天要上课，对不对？对。妹妹白天上课的时候，你就在家写作业、背课文，然后等妹妹下课没事了，作业都做完了，你们俩在一起玩，听到没有？好像还有一件东西你没有拿哦。啥呀？你的眼镜呀。哦，眼镜。写作业不用戴眼镜的吗？好久没有看静宝戴眼镜的样子了，因为平常静宝都是写作业的时候才戴眼镜，平常玩的时候就没有戴。然后好多小伙伴一看见静宝戴眼镜就问静宝，你什么时候戴的眼镜呀？这个眼镜已经拉低了我的颜值。哎呀，你行了吧，还颜值，真臭美了。我夏天一戴，然后这会特别粗那个，老是可光是吧？就这儿好，装起来，到时候别忘了带回来，知道吧？视频也是要更新的。好了，那我们今天视频到这里吧，拜拜。